尊敬的诸法和尚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嘉宾，诸位大德，大家好，非常欢喜在各种重要单位存心协力的联合举办与推动下，这次信念法师祭祖大典及专题讲座得以在东京如期举行，这是大规模的全球各族万姓先祖祭祀大典，在日本可能是第一次举办，所以这一次的因缘很殊胜，意义很重大，大家能够前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，可以说是具有深厚善根福德因缘的体现。日本与中国是兄弟之邦，从某种意识上说，甚至可以说是同文同种，自古以来两国朝野之间的交流相当频密，经常在政经文化等诸多领域互相学习互相尊敬，古时候在文明的发展上，日本在许多方面从中国取得借鉴，而日本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宝藏。这是两国互惠互助的具体表现。这次活动也是围绕着两国共有的传统文化而展开。儒释道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、智慧的普世教育，是两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也是古今不变的真理，更是促进当今世界安定和平的重要良方。而这些普世教育都建立在孝悌的基础上，祭祀大典正是落实孝悌之道的教育活动。祭祀大典所展现的礼乐教化，其精神核心在于和，例如大典所演奏的乐曲以弦和、灵和、安和、静和为名，这体现出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精神风貌，和正是落实孝悌之道的具体方法，也是实践传统文化普世教育的基础要点。以和为贵的核心价值观，2015年我应邀参加日本太和金宗学会的举办的活动，会后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先生邀请我参观了鸠山会馆，那是他的祖父鸠山一郎先生于1924年
建造的这地，现在作为纪念馆，开放给民间参观。我特别留意到，馆内悬挂着鸠山一郎先生亲手题写的匾额，何为贵？这确实是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。《论语》上说：“礼之用，何为贵？”礼是指礼义、礼节、道德、行为规范。和的古字，这还是念和，意思是调适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恰到好处。宇宙万物的运行发展是多元文化的。中国古人就是以这种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，建立以和为贵的核心价值观。礼最宝贵的作用是能够让不同地区、不同身份的人其行为却恰到好处。以和为贵，就是在承认多元、承认差别的前提下，实现各得其所最高的目标。中庸上说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；和也者，天下之大道。至中和，天地为也，万物悦也。中就是不偏不倚，大公中正，是中道的意思。这些人们喜怒哀乐等感情还没有表露出来的时候，那种天性的状态，也就是自心的心得，这是世间万物的大根大本。和就是感情能够不偏不倚地表露出来，而且有节制，和谐而协调，这是使天下万物都能够通达的道路，达到不偏不倚、协调和谐的状态，天地便固在其位而运行不息，万物时固得其所而生长发育，这是何为贵的这里基础。现在社会充满了各种机遇与希望，但同时冲突、危机、战争又常常令国际社会裹足不前。如何避免矛盾冲突不断的蔓延，是摆在人类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，以和为贵的思想，恰恰指出了解决矛盾、化解危机的方向。不同的国家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政党、不同宗教之间，如果能够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、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、求同存异、共谋发展，就能实现各得其所、和平发展的
伟大目标，中华民族在千万年的发展过程中，以和为贵，和而不同的核心价值观，使得我们吸纳融合了不同地域、不同族群的文化，汇入中华文化的滚滚长河中。对内稳定统一，对外友好相处，展现出和谐友善的大国风采。二，以和为贵，对古代日本的影响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文化同源，两国人民交往历史悠久，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对日本影响至深。西元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，随着中国隋朝建立，东亚各国迈进了一个新时代。西元五三八年以后，日本正式形成了一个国家。在国家形成初期，日本学习借鉴和引进了大量中国文化，如文字、经典、医学、官僚制度、建筑技术等，从制度到生活可谓影响至深至广。这其中佛教与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形成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推古天王时代圣德太子574到622年，他是摄政的太子，专门辅佐天皇。圣德太子四次派遣遣隋使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，把佛教定为国教的过程中，太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圣德太子学习佛教，研究佛典，把佛教定为日本的国教，让日本人将自己的伦理道德建立在佛教之上，这是圣德太子所做的第一项工作。如何才能将佛教变成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基础，使官员或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教的教义，是太子所做的第二项工作。为此，圣德太子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总结了17条，称其为宪法17条，其内容涉及了佛教或儒家的思想。宪法17条第一条，开宗明义的提倡以和为贵，无我为宗，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讲求调和，不要斗争。无我就是不要斗争，这也是对官员的道德训诫。他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，为未来国家制度勾画了蓝图。怎么才能让人和人不要斗争呢？紧接着
在第二条中就提到了方法，就是读经三宝，只要遵照佛教的教义，用佛教的思想去修正自己的思想言行，就能达到以和为贵、无我为宗的境界。读经就是真心的实实在在依靠自信三宝，将佛教置于施政施教的指导地位，用佛教的思想治理国家。为什么要遵照佛陀的教育？第二条就明确说出，因为佛教那四神太暖石化的宗规，万国之其宗，认为佛教是世界万物的最终目标，世界各国最根本的思想，一切生命体的归结归宿。第二条还说，人心有物，能教从之，其不归三宝，何以之往？人本来没有那么坏，即使有一些不好的地方，只要遵照佛陀的教诲，就会使人转恶为善，转凡成圣。这个宪法是向全国的臣民公布的，影响很大。人们在判断是是非的时候，往往需要有一个标准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见惑同解。圣德太子提出要从佛教里去找判断标准，第一条里就强调和是最高的目标，第二条中解释了理由，在第十条里面做了进一步的阐述。十月绝分气沉，不怒人为，人皆有心，心各有志，彼是则我非，我是则彼非，我必非身，彼必非欲，共是凡夫耳。无知是很可怕的，所以每个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我的正确认知，我是凡夫，有欲望，有缺点，凡事先反省自己，就会重视对方的观点，然后想办法调和大家的想法。如果总是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，那会忽视别人的真实想法，进而破坏生活秩序、社会秩序，变得非常混乱。发生战争的原因就是忽视了这一点，抛弃了以和为贵的核心思想，抛弃了人类重要教育的结果。人的一生从个人到国家都需要这个让字，人跟人能互相让，一生相安无事，
不肯让就生，让的一边有福报，生的那一边有灾难。纵然你发了不义之财，终究保不住。这个地方就要体会到道德的力量，有道德就有祖宗，有众神加持你，没有道德不懂得让，完全靠自己的小聪明节省福报，我们自己要做出榜样给人看。你争我让，圣人更凡人，就是一念之差。圣人起心动念为人民，小人起心动念为自己。实际上结局之道，六尺巷这一部影片已经教你了。所以六尺巷我们要大力地来推动，让各个都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来注解。这个世界现在就缺少让，大家都退一步，大家都让一步，问题全解决了。第三，孝经在日本的流传，祭祀祖先是世间的孝，追思灭怀，承传祖德，延续文化，三世习念，是除世间的孝。救度累劫，家亲眷属，利苦得乐，往生净土。日本对儒家文化的推崇，从孝经的流传过程可见一斑。孝经是最早传入日本的儒家经典之一，文武天皇大宝二年，公元702年，颁布了大宝律令，其中学令规定，凡学生至一经和二经，必精通孝经、论语、还有考课令。规定若孝经、论语皆不通，皆不第。可见当时孝经乃是学生必读之书。孝谦天皇天平宝治元年，西元757年，诏令说：“古者治国安民，必以孝礼。百姓之本，莫先于此。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，精勤诵其备家教授。”这一诏令是唐玄宗天宝三年，西元744年，天下家藏孝经一本，诏令的翻版，仅比玄宗晚13年。日本向中国学习，可谓一步一趋，步步紧跟。人民天皇天长10年，西元833年，唐文宗太和7年，皇太子贤欲读书时，一世讲习孝经，其后历代元系成为定制。德川时代西元1604年，
到1867年，是日本文化普及的时代，也是汉学空前兴盛的时代。小简被大量翻刻，广泛流传，各藩学校普遍采用小简为教科书，由于藩主和学校的大力推广，这一时期日本翻刻与自编的小简读物很可能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。在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，仅有两部是外国学者编撰的经学著作，其一就是太宰纯教客应著的古文小经孔氏传，堪称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我听说近年来带着父母出游的人，孝贤女贤在日本过年，陈上神去世，这是很好的现象，也是履行孝道的具体表现。第四，今天发祖以和为贵，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有了信心，给我一个办公室，取名为净空之有学。我们去年九月还在联合国教科书组织总部圆满举办了一场基础大典，我们希望借助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，将这种孝敬为本的伦理道德教育推广出去，希望能够为促进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。孝经上说，孝悌之志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真正能够把孝道和悌道做好，然后发扬光大，就会感通天地神明，道德的光辉可说达到全天下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孝悌之道所感化。可见孝悌是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根本，值得大力提倡孝悌的精神，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，不分文化不分背景，对一切人都同样以孝道的亲爱去关怀，以悌道的恭敬去友爱，把大家都看成一家人，这一切都可以从提倡祭祀做起。所以《论语》上说：“慎终追远，明德为后矣。”进一步发扬以和为贵的核心价值观，使得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各得其所，那么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就能早日实现了。在此我请祝福本次祭祖大典进行顺利，成就圆满，祝福日本国泰民安，国运隆昌，祝福中日两国友谊长存，祝福全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大同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六十吉祥，光寿无量，谢谢大家。